学餐吃的最后一餐。跟我最后的宿舍道别。哦、好巧、啊、哇，我们变工科生了，木科，我们是土木工程学系。可以啊，是画吗？哦，是的。是12公分的意思吗？是吧？可是没有，不是，不是12公分。那它这12是什么意思？它这个24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尺是15公分，但15公分哪那么长啊？这个我们放不下铅笔了吧？好像是吧？对，15公分好像大概是说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对对对。Okay, you're next. The next adventure.For girls' bedrooms, yeah, we work on doing some sorting screws for about 15 minutes, and then we're gonna clean up. Okay. The thing to watch out for is that for these long 3-inch screws, you'll see that some of them have a square drive on them, and this, so there's a square, this is Phillips. On down the way, and then washes all the way down into this bin right here. So, these washers here. Oh, okay, okay. Go into that bin right here. Yeah.对，哦，现在真的没有很好久可以这样，全部都是雪。我们要来堆大雪人，希望堆得出来，因为现在这边的雪很重。好像可以，就是要很紧实。对，反了。It's so hard. Yeah, I don't think we can build his head. Where's your snowman? Too hard. Don't block. Hi, 这是我们的雪人，这是他的头，这是他的身体，好大哦！他已经没有雏形了。它变硬了，快点，你摸看看，是代表有用，有吗？哇，好硬啊！就这样啊，然后我们就弄一层，然后再等一下，然后再弄一层，它就会变很大颗。好硬啊，真的哎！可爱的雪人，有啦，有啦，还行。哇！它好漂亮哎！耶！昨天做的雪人还在这里，好可爱。下课，这个光，我现在下课了，然后要来去 transfer 午餐，就是我在这边吃的学餐吃的最后一餐。买完了回去，
这几天学校天气差，然后我等一下回去会很忙，因为我前阵子四月的时候有在投暑期的实习生，昨天跟前天有收到就是面试邀约，然后有一个是因为时间刚好卡在我那时候人还在飞机上，所以我要等 HR 那边就是回复我看能不能改时间，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等一下回去要录一个面试的影片，然后大概一分钟，然后我刚刚就在想就是要讲什么稿，然后回去要快点录一录然后交出去，因为我明天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事情先弄完，然后我等一下看能不能，我希望是可以在离开这边之前就是把纽约的影片剪完上传，我昨天干到三点半，然后已经剪完 一半的字幕了，倒数一天在威斯康星，明天就要离开了，终于把影片录完了，我真的快疯了哦，被稿来说对我实在是太难了，我一直疯狂就是可能突然讲出一个字两个字，然后又要全部重录，然后刚交出去了，就是我先排定时间，因为我这边的下午是他们那边的凌晨，对，所以我设定明天九点传出去，现在已经上到十一分了，然后这片长是二十一分钟，所以我大概还有十分钟要上。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我把我的影片剪完了，我大概两个小时前把它剪完了，然后我现在在做缩图，缩图做完之后我今天就可以上传了，然后我刚刚下午还有稍微就是整理了一下我的行李，然后还有这边就是我整个房间一些不要的东西我都先把它丢掉了，或者是拿去捐这样，对，然后明天就要撤宿了，希望可以快点把我的缩图做完，这样我就可以安心的。这是目前做到一半的，还没做完，这样看起来太简陋了，所以我还要再加一点，就这样，明天见大家。今天是12点，我要讲什么，不是，现在是12点20，然后今天是5月9号，就是我们撤宿的日子耶、yeah! 我们已经预约了下午6点的车，所以到时候就有车来帮我们载行李箱还有我们的人到饭店，我们今天会先在饭店住一天晚上，然后隔天早上再搭飞机去旧金山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要来把这些床单的东西都拿去捐，因为今天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不需要再睡觉了，这什么奇怪的东西，好，就这样开始。这个毯子其实超好的，我很喜欢，因为它真的很保暖，而且我记得它快要1000块，但是我的行李箱真的带不回去，所以我只能把它拿去捐。午餐煮了辛拉面，然后等一下吃完我这个锅子就要拿去捐了。 I find myself that I'm still with you. I used to do my damn thing.Hello, 各位，现在时间已经快要5点50分了，然后我们准备要撤宿了，现在宿舍跟我最后的宿舍道别，我已经把它全部都清空了，这是我的行李三大咖，超重，我真的觉得我去韩国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就是基本上几乎都是满的，我刚已经把两个行李拿出去了，拜拜。Bye bye. Thank you. You too. Okay. Oh, see you. No, see you. Bye bye. You too. Bye bye.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 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 survive.
diamonds shine from prayer.